其實那是一個大型的屋苑來的，有人出現在那裡都正常的，是的，我是去找我自己的朋友，那就是被誤會了，誤會了我去他那裡，那我們就不是拍拖的，有他家裡就沒試過，即是去他樓下大家他車不是他車過去他那裡，那他那裡是都很近一個鐵路站這樣，我們是朋友來的我們合作愉快咯，但是就未去到大家要談戀愛咯，係咯。多謝大家的祝福，希望就我哋會有嚟緊有新的合作，會再演情侶定點，咁到時大家再祝福我哋。